是主动我做主席，啊，伊拢去，甚至拢请去环保站拍我，啊，伊愈拍我心愈坚定。走出家暴阴影，黄镇精致在环保站找到心灵归属。天还没亮就出发，前往目的地是他第二个家。伊我若无创啊，我就是拢爱去环保站嘛。所以讲，我家己讲，我厝我第二间厝就是环保站。越做越坚定，但他又面临人生另一个考验，突然小中风。他之前身体微恙，可是一住院出来嘛，起码袂当挑断，也是赶快用行来去做。做环保会当救地球，会当救到咱后代的囡仔，已经地球拢在暖化，所以做环保这点我是上爱的啦。就算不识字，仍持续增长慧命。他拿手机听取佛法，出经文出来安尼，我会对得到他念。来拜经的时候，咱心会静落来嘛，会静落来啊。一直拜经，啊，就感觉讲拜经真啊足好呢。听法爱认真，这是舒服欢喜。恁读书会爱继续哈，不断的读书，这呢一个天下的平安。在日日心在法的轨道上，地球做环保，爱地球。环保30年，黄镇精致要继续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，踏踏实实爱护地球。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